你在找什么呀？哦，你是在找这个。默然，你是不是觉得已经长大了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，是吗？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虽然之前是契约关系，但是我们现在是真心相爱，也领了证，还请二叔不要为难他。难道你忘记了之前你对雨泥这个项目是多么的重视？现在你居然为了这么个人而放弃和范迪的合作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很儿戏吗？我向您保证，三天我一定会和范迪达成合作。小田总，听说这个 Jameson 行踪神秘，但总能在危机时刻力挽狂澜。 Jameson 是个厉害的角色，你想办法再帮我联系下梵蒂的负责人，我再托国外的朋友打听打听。嗯，哎，嗯，你不是梵蒂的模特吗？你认识 Jameson 吗？不认识，不熟悉。哎，你不认识也得认识。讨好男人的三种办法，第一种，想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要先抓住他的胃。怎么样，好喝吧？你尝尝。第二种，多做家务，让男人离不开你。你的衣服干了，我顺便帮你收了。好。第三种，把性感睡衣送给男人。季节这方法靠谱吗？哎，不管了，先送了再说。送睡衣是什么意思啊？言外之意就是邀请男人发生关系。睡衣。你在找什么呀？你就这么想见 Jameson？ 不是，我是。哦，你是在找这个？对对对，我就是来拿我睡衣的。你别误会。哎，你刚不是说你想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想我不想。你刚还想，怎么现在就不想了？我不是不想，我就是不想那么快。这个事情不是越快越好吗？我还没准备好吗？哎，见 Jameson 还需要准备什么？我也没准备好。哎，糟了，怎么办呀？他不会真的误会我了吧？喂。